下，丹麦出了一个非常出名的童话大师是谁？好像是 Harry 比较快哦，对，他比较快，对不对？他比较快，安徒生。对，就是有一种交通工具非常非常吃电车。他比较快，他比较快。谁给你？叮当车。对，但是我的问题是，你好厉害，请问叮当车有几条路线？哇哇！哎，他答对，因为我要问他，他两个去过，就是他。对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你上次快乐，你有来吗？小心有去过。一点，但是既然又感受不一样，要去的国家的话，我还是觉得是中国，因为比较有那个有点关系啊，所以感觉会比较亲切。炎黄。那我个人是比较怕生的，所以对会比较害羞内向，所以到其他的国家就觉得不是那么自在哦。到了那个中国，那语言能力哦又可以沟通，所以我最想去的部分哦是中国，四川，因为那里是美女在的地方，很多。哎，应该是杭州吧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您，欢迎来做点评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要给新朋友一个机会，来，你有去过哪些地方？国内国外都可以，然后你的心得。推荐加拿大，因为我觉得加拿大可能是我自己英文还 OK 吧，我觉得那边就是大家种族很多，然后比较没有种族歧视，然后还蛮方便的，就是你要搭地铁啊，做任何东西就是比较方便一点，所以会
给基友一个发表的机会。我是前几天哈才在 FB 看到你这个社团，因为我明年就很想去欧洲，我就想去法国巴黎，就是突然间找一个比较有闲的伴，看看你们谁有闲。我们很甜，我们闲闲没事的闲，可以陪我一起去巴黎。我现在明年就是有这个计划。明年是2011年，我360天都可以去啊。好，谢谢，来送给你。谢谢基友，他们这一桌都是新朋友哦，待会大家可以来跟他们拥抱。男生不准拥抱女生，好 ，OK。好，这是同组烘焙的那个 DN， 那也发下去，请大家就是可以各拿一份。这好像有4家店，在那个敦南成品的下面好像也有，对啊，还蛮不错吃的，大家可以多捧场。蛋糕怎么可以忘记？蛋糕还有蛋糕呢，今天是我们很重要的快乐云的生日快乐。去几个环游世界，开心说呢，可以在生日的时候，然后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这么喜欢的旅行这样子。所以我希望说，大家都喜欢旅行的，可以都去旅行，然后也都到你们想要去的地方，然后只要可以环游世界，我就满足了。